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蓝，欢迎来到民族阵线。那么今天啊，到现在也没做节目啊，因为白天都在呃这个赶飞机吧啊。然后这一集说两个事儿，一个是我的所见所闻，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啊，这个打这个东欧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里面的事儿。首先是我的所见所闻。今天呢，我其实提前三个小时到了飞机场。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哎呦，今天可能时间会紧，因为本身我到机场大概也就提前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飞国内的我甚至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那么。 都是不紧不慢的。那么今天呢，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我想今天应该会耽误点时间。果然，我一到这个成成田的 T 这个机场，它是这个中国国航的，呃，然后我看到怎么排排了几个像贪吃蛇一样的一个样的大队伍。我一看啊，就是我们要坐的这班国航的飞机。 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说这个飞机怎么外国人比中国人多，老外比中中国人多？后来我在纳闷了，后来我我一看我的那个飞机，哦、哎，呦，是空客 A350 杠900，我说这是个大宽体飞机，就是中间是四排座，两排各是三个，加起来一排是十个座，这是一个超大的飞机。 那我就在寻思着，我说咋回事？我说这么多人要去中国、啊，哎、呃，后来后来一一打听一问，说这个飞机它的终点是，它只是说经停上海，终点是伦敦希斯罗机场。哦，我后来就就回过神来了，也在我上飞机的我旁边坐的两个一对英国的小情侣，然后就就跟我聊天，因为他们的位置是我的位置是 B，他们是 A 和 C，我去的时候。 当中，他们，我坐他们当中，那很傻逼嘛，我就问他们，我说，呃，我也没，我也搞不清楚家是男女朋友关系，我只能说，我说这是你的伙伴嘛，啊，然后他说，哎、他说，对对，他说，他说，我能不能给你换个位置，我，哦、啊，我说，O、OK、K，后来就跟他们简单聊一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从日本直接飞这个英国，要在我上海转机？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他们就说，因为从上海飞英国的机票要。 比日本直飞英国的这个机票要便宜得多。我后来就想想起来了，我说这不是他妈的俄乌战争的影响吗？我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你们英国的一些飞机是不能够，或者日本的航空公司是不能够走俄罗斯航空？他说对的。他说他们现在呢，因为这个日本的汇率比较低，然后呢就大量到日本来玩，而且呢来了日本以后，他们就说。 发现这个东亚的东亚的这个、这个地方的米，嗯，这个美食很好吃。他说他们这个之前是在去日本玩的时候是在这个中国中国玩了一下。他们说中国的东西也非常好吃。他说他说就是说你跟他聊，他会觉得比比白人饭他妈要好吃。所以说现在呢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大量的他们去日本，日本现在旅游不是很,很火爆吗？中国其实也很火爆。就是日本现在其实去的外老外还是很多。 而这些欧洲人，大量的这些欧洲人，他们如果说从英国或者说从欧洲直飞日本的话，他们的票价票价是很高的，因为如果不走俄罗俄罗斯航空，哦、呃、哦、呃，不走俄罗俄罗斯的领空，你是走这个土耳其到土库曼斯坦、中亚，然后再到这个啊，走高加索这一边嘛，对吧？再到。 中亚再到中国新疆这边过来，这这个其实是属于属于绕绕飞了。后来还有一条线，就是说从这边走这个迪拜、阿联酋这个地方，然后再从印度这边过来，那就更远了。所以说呢，为什么之前外媒老是在这个瞎瞎鸡巴传播，说什么这个啊英国什么德国啊取消了啊到中国的一些航班？ 意思别人不想跟你打交道了，不想跟你中国人来往了，你们闭关锁国了，对吧？啊，别人不想跟你们来来往，说的好像外资都都走了，客流量下降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根本性的原因是这些生意全他妈被中国给抢了，啊，非北欧啊，非这个西欧的、南欧的这些生意全被他妈中国给抢了，为什么？你？ 他们想要飞这个日本，因为他们现在老特别喜欢来日本，好、啊，或者说去韩国，但他们这两个国家都是俄罗斯的敌国，走不了俄罗斯领空，只能够走中国航司的飞机，包括中国去加拿大跟美国，啊，尤其是去美国的这个这个叫东海什么纽约了、华盛顿这些这些地方，什么芝加哥，它不是走北极航道吗？我们的航司就是有优势，我可以票价拉拉低。 把你美国通过太平洋这边绕过来的价格，我可以把你打趴掉。所以俄乌战争让中国的航司赚发了，而且我价格相对还说比较比较便宜了啊、呃呃。呃、那你这些公司怎么跟我玩？我又可以把价格降低，我又可以走俄罗斯航空，我燃油成本也比较低。所以说，日本的飞机现在包括韩国这边的这些，就日韩这些地方的，他们不是盟盟友嘛，对吧？ 这个跟西欧洲也是北约什么都盟友，啊，日韩的这些老外，大量的是从上海或者说北京这两个地方啊，主要是从上海啊，北京呢他也不想承接这么多的这些这些屌雕老外，主要是在上海，从这边，因为上海这边有直飞巴黎的，有直飞这个哥本哈根的，有直飞这个。 我们讲叫做呃，英国的伦敦的啊，直飞柏林的啊，有直飞这个罗马的啊，还有就直飞这个马德里的都有啊。所以有这些几个大这个欧洲的这个大航线啊，大的这些中等大，还直飞荷兰的，对吧？他们就是什么就想在这个地方来转机。所以说，俄乌战争对他们欧亚大陆还有这两个岛国日日本、英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你去这个地方，你就明显明显能感觉到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啊，所以说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力方，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了啊，这架飞机他妈全都是老外，哎呦，我跟跟你说，跟我跟各位讲，这些老外啊，我我是我问这一对英国的这对小夫妻，虽然莱昂的英语很烂啊，但是日常交流是没问题的，我说的烂是指这个意意思，就是说我交我日常交流都没问题的，啊。 但是说你说搞一些什么专业的那那我真真不会，我甚至有些英文单词都不认识。但是我会说，呃，然后就跟他们简单聊一聊，他们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们的那种欧洲的那种航空公公司，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在飞机上面在发餐嘛，发鸡肉饭和海鲜饭，他们老外可以要两份吃掉，主要主要喜欢吃鸡肉饭，但还还想尝尝海鲜饭啊。然后我是不吃的，我说我这就就给就我说我帮你们拿吧，你们尝你们去尝吧，就就给你们。 然后，那个面包什么东西，他们吃的他妈风卷残云，吃干净。我后来周边我一圈全都是老外，我都观察说吃吃完了，他们好像很喜欢吃这些东西。因为他说，我说哎，我说你们胃口挺好啊啊。然后他们就说，他说因为他们的航空公司，因为这这对小情侣有的时候经常喜要往东方这边来旅游，出去东南亚什么，就是说日本或者中国这种。他们就说，他说因为欧洲那些航司，哪怕是公务舱。 可能都他妈不发餐食，或者说餐食很难吃，或者经济舱那个餐食有有的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成本，经济舱那个餐食基本上都是很烂的，甚至是没有啊，有些真的是没有。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国航的，我操，那餐食很丰富，还、哎、那个面包对吧？放那种篮子里面就是经经济舱的，因为我做的是经济舱，因为做，因为你日本回国两三个小时没有必要去做什么商务座对吧？哄大而没有意思。 他就这样子往往国飞往中国来飞，就那吃的喝的全他妈干完了，我操，全他妈干完了。他说中中国的这个航司，对吧？但到我认为中国的航司的餐食他妈是挺垃圾的，因为我是之前我去欧洲什么，我是之前做什么卡塔尔、阿联酋这样，那那个那个餐食是 OK 的。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觉得 OK，很很棒，很舒服，服务各方面都都很舒服。那老外那些空姐又不惯着他们，对吧？中国这空姐他们有什么要求？一会儿嘛要加点水了，一会儿他妈屎你跟尿要怎么样了？呃，一会儿这儿那了毯子了什么什么这个枕头了，操他妈逼，他要求多的不得了。你在国外的那那种航司上面谁他妈屌你？那些大那些大家都说国外航司的，呃，这个空乘都地方都是大妈，都是老头子，对吧？人家上都老油条了，人家都不都不会给你都不会屌你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所所见所闻，就是说，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就是说，就是说，看石破茂政府对中国态度。如果说他要他恢复恢复中日关系的啊，我建议哪怕是憎恨日本的或敌视日本的，可以去日本稍微感受一下，也能够感受一下那个日本鬼子的那种虚和鬼子的那种他骨子里的那种对你中国的那种敌意啊，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感受。我觉得有必要，就是。 敌人的敌营里面，你也可以当一个侦察兵，里面去去感受一下。就就日本也很近，机票也不是很贵，你可以去玩个三四天，感感受一下，你就你就懂了。到时候我会再说这次在日本的感受。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今天就是亲身经历的一个一个事情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什么事儿，就是关于俄罗斯放出战导弹这件事情。那么俄罗斯放出战导弹是乌克兰在这边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不一定是真的。 你说俄罗斯它直接放洲际弹道导弹，我觉得洲际弹道导弹那是打美国用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也不便宜啊，也不便宜，所以说,句说那造价很高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造价是很高很高的啊。你这个追这洲际弹的导在洲际弹的导弹去打乌克兰有这个必要吗？对吧？乌克兰这边就用一些这个巡航导弹轰轰轰就可以了，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测试就行了。 但是也不排除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中去测试洲际弹道导弹的准确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是肯定是假的，因为乌克兰是吹逼说把它给拦截了，那么俄罗斯有必要用洲际弹道导弹去测试乌克兰的防空网络吗？就是我测试过来，我要去要有一个，比如说对吧？你叫啊，这个伊朗。 去测试，那是可以的，啊、呃，因为洲际弹道导弹，比如它射程一点三万公里、一点五万公里咳咳，它也可以缩短航程。我比如说，我飞个三千公里就可以了。我在三千公里的时候，我就进行机动、末端变轨或者分弹、分导弹头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消息乌克兰方面放出来的。 啊，你也吃不准到底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这个泽连斯基他们这个团队是信誉是很差的，所以他放的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也不好说。但不管是中导弹头还是洲际弹头，反正有一点是明确的，反正俄乌战争，特朗普想上来想要去解决他，想让它停战是没那么容易的。老兵说过，这就是民主党在这个里会给你从中作梗，会给你使绊子、下刀子。 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是给川普提提了一个一个醒，就说你小子不是什么主角，别他妈上来把自己搞得像全世界他妈的啊主角一样的啊 C 位，你不是 C 位，知道不？所以这边呢，重点就是俄乌战争，如果你去停火，难度是很大的。而且现在你美国批准。 对吧？乌克兰使用长程导弹，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你也发射了，英国的风暴战你也发射了，都被俄罗斯全部拦截。那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系统，可以被俄罗斯的电子作战部队搞得直接打打你自己。那我在想，有有这个必要吗？我用洲际导弹过来测试，洲际导弹是越少发越好，为什么？因为敌人可以搞到你的技术参数。 那、啊、这个东西有有有有什么好好发的呢？这个、东西就是关键时刻来一发，直接就就就,就干你就完事儿了。你自己平时的试验就可以了。你俄罗斯向乌克兰打洲际导弹，就像你自己往新地岛打洲际导弹是一样的。它、啊、这是个测试，对吧？但如果说它有萨德，它有标兵三，它有爱国者，前段、中段、末端的拦截系统，再发射，如果能成功突防。 那就能检验它的这个价值了，否则的话有必要吗？带核弹头，核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属于战略核威慑力力量，战略核威慑的这个导弹有必要去发吗？对吧？用战术导弹就够可以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可信性不高啊，因为是乌克兰发的，再一个也不符合逻辑，好吧？谢谢各位支持。